牛队1-0领先。这个半局呢，是从第一棒郑达宏开始打。刚刚这个桑奇斯哦，有比一三垒手，叫他们要注意一点哦。这扣也偷点了，嗯、上次就是偷点了三垒方向，结果没有考倒庄泰山，遭到刺杀。不过蔡川也守得比较浅，正常攻击也会比较好。这个碰到左打者，那个球的位置又有一点乱掉。对啊，刚刚那球还差点打到郑达宏哎，郑达宏说你有没有帮帮忙？上次郑达宏还跟我说他要考虑要生第二个宝宝，你不要人家砸哦。嗯，压得太低了。哦，结果双旗司上个半局连投三 K， 已经连续4个打者都被三振了。结果这个半局现在是1好3坏，联盟纪录啊，连续夺三振是勇壮的，连7个三振。那连6个的有8个投手。哇，4坏球。结果出现了4坏球保送。不是好事情。嗯，尤其是这个半局的第一个打者，今天可以说是左打打他的球杀伤力比较大，反而是右打的话都打成鸟滚的几率比较高一点。打击轮到的是第二棒的林宗南，现在就是要考，要看看呢、啊，刘荣华总教练要怎么下战术喽。其实下打短打也都 OK 了。嗯。目前桑奇斯的控球有没有稳定下来？没有，哎，摆短棒点成那个飞球，哇、哦！结果有点偷点的味道，偷点的味道，因为想要拼一个这个偷点，然后三垒方向突然比出来，角度是往三垒方向要点，点到球的下缘。对，只是说现在就不知道是不是刘荣华总教练是真的有下牺牲触及战术哦。那也应该是有，因为这个推进到二垒，面对一个左投手是有利的。现在直接比出来了啦，哦，有利的，不要在那边偷点什么的。嗯，哦，结果林宗南是成功的牺牲短打，让一垒的跑者上到了二垒，现在是一出局，二垒有跑者。因为你碰到左投手，要到三垒成功率会比较高一点。嗯，要从一垒要到二垒的话，他的失败率会高。对，所以其实第一次林宗南打的时候，应该也是有下牺牲出击，有、哦、是偷点的战术。对，只是他的这个比较有攻击性的一个短打。嗯，可如果真的是要下牺牲出击战术的话，还是干脆直接比出来会比较稳。稳，比较稳，这个就是好球拆点的一个短打战术。嗯，因为主要用意是避开双杀了，让自己的后面的打者有攻击的机会。那当郑达宏的速度也快，一支安打有可能就把分数拉成2-0。桑奇斯要求换一颗棒球，打击的是第三棒的张建明。上一次打击是那个内野强袭安打，打到投手正面了、啊，投手挡了一下，没有完全挡下来，反而变得比较滚动缓慢了、啊，在二垒方向的内野安打。嗯，碰到左打者控球有一些不稳定，这个也是比较不怕右打者，这个蛮奇妙的哦。他明明就是一个左投手啊，对，主要就是滑球还有曲球的使用的一个成功几率比较低啊。反方向，这个球打得蛮远的，哇，没掌握好，那是一个界外球，角度没有掌握好。嗯，二垒有跑者一出局啊，那前面球评中教练也跟观众报告过了，就是桑奇斯面对左打者、右打者，其实被打击率都差不多，差不多、没有说特别能够克制左打。好球，结果张建明没有出棒，站得不动，被三振，两出局。桑奇斯这场比赛所投出来的5K，这直球投的相当的有水准，速度了，位置都非常好的一个位置，143，然后外角球，应该张建明也蛮懊恼的，我那不够。
所以一个好的打者站着看啊，就是表示你的选球出了问题。轮到的是第四棒的林奕泉，哦，第一个球先一个近身球过来。林奕泉上一次打击打到中外野方向深远的高飞球，遭到接杀。就是打在棒头上，如果是甜蜜一点咬中的话，留不住。嗯。两出局，二垒有跑者，一垒空着的。下一棒是许国龙啊，现在。哎呦，投得很开，投得很开。对，我照这个也很多种说法啦。你照道理说，你左投应该是要抓左打、啊，可是他又是第四棒啊，同时。上期是面对左打者，不过应该都还有记忆，有被他猫过一次。只是下一棒许国龙也打过，打全垒打就是。不过你现在来讲的话，把垒包塞满，手背会比较容易处理。嗯。大家比较有投得开的本钱。对，现在亮出局。现在已经是球数啊，两坏球没有好球了。我进来就会打。哦。投得比较开了。有点策略性的样子哦，要给他保送了。这不是控球的问题啊，要想要拼下一棒。嗯，所以许国荣就变得很重要。张建明嘴巴口中还念念有词。握住了。那个球怎么没有打？太无卡，这熟姐的鬼啊，球一下就过去。结果是连续四个坏球，策略性的，虽然不是故意四坏球保送，但是策略性的保送了林奕泉。现在是两出局，一二垒有跑者，是刻意的投的比较开一点。嗯，林奕泉有的时候在低潮的时候会追打这种坏球。许国龙上一次打击是三垒方向的软弱滚地球，反而形成内安打，低分打点了。对，这是一个鸟滚哦，要到三垒，捕手球传三垒 ，safe， 一垒跑者也跟进了，上到了二垒了。二垒的跑者郑达宏啊，带头向前冲。去年的盗垒王，今年第二次盗垒成功。到左投手哈，到三垒啊，其实成功率是很高的。嗯，这二垒手没有进去。这个三垒的时候，其实张泰山是看说，哎，二垒怎么没有人？不传是对的。现在是两出局，二三垒有跑者了。进球，吼吼，飙到一四二，主要就是他那个外角球投得很准，那碰到左打者的时候，这个内角球就投得比较少，这个是属于说右打者的外角，那正好是左打者的内角。两个好球没有坏球，外角。出去了一点，对，出去了一点。朱壮勋很明显的手套有一个下压的动作。许国龙本季对桑奇斯两打数两安打，包括一支全垒打。哎，许国龙，双方啊投打的节奏都不希望被对方牵着走啊。来一个变化球，打成了界外。看起来是变速球。许国龙若有所思，想一想，抓节奏。看看这个变速球之后会不会来一个内角直球。因为二垒有跑者，暗号比较复杂哦。对，内角直球，硬碰硬啊！挥棒落空，许国龙遭到了三振，结束了三局下半，新农牛队的进攻。